好久没到平西村来了，也不还是和以前一样有烟火气呢。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斗百草啊？那一定是我更厉害，使劲拔呀！看我的！打扰您了，您知道之前除去凶兽的大侠去哪里了吗？我听说过那个大侠能打凶兽呢，比天师门道长厉害多了。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哦，好，那谢谢您了。使劲拔呀！看我的！也不知道仙盟的道长们爱吃鱼不？日头真不错呀。没见过。你不是也来找小男孩的吗？不是的。哦，前段日子好多天师门道长问我，我还以为你也是。那您知道除去凶兽的大侠在哪儿吗？又找人呢，报官呢，问我干什么？哦，好，打扰了。结果如何？我要是能遇见，早就不能。你说凶兽会？你是不知道啊。是我也想修仙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您知道有位除去凶兽的大侠吗？啊，什么凶兽？就是前几天闯入结界的凶兽。什么？我昨天刚搬来的，听说这里有天师门保护，不行，我得马上搬到仙侠派那边去。啊？村民们似乎不太了解这些事情，还是去明书门找月姐姐吧。小黄也想修仙吗？结果如何？仙人会御剑，那他们还养马吗？啊！除了出行，他们也得运送货物啊。上神医还在洛家山附近，也不知道他到底躲到哪里去了。等下问问月姐姐，她应该听说过凶兽和上神的事，差不多也快半。我们这里的特色小吃。见过月掌门，这是晚辈给您带来的竹叶清茶。哎，太客气了。这是我明术门新进弟子修武。新弟子，修大哥，幸会。晴妹，今天怎么过来了？师父来参加仙盟大会，带我同师姐一起来。他知道我们好久没见了，特准我可以来明术门住几日。师姐，我们何时出发？晴妹，你难得来我家。可惜我等下要去北方。北方？去北方做什么呀？机缘巧合得知长白山上有一处裂风谷，那里似乎有一仙兽。
裂风谷？正是。你知道那个地方？月姐姐，那里冰雪天险，环境严峻，如果遇到暴风雪很容易迷失方向的。那里的环境我熟悉，不如我和你们同去，也好助你一臂之力。白姑娘，寻仙灵兽非同儿戏，或许有危险呢。月掌门安心，我自小修习仙侠术法，一定可以帮上月姐姐的。啊，差点忘了，师父说来找月姐姐时可以顺便打探些消息。想打探什么？听说前几日这附近有位神将出现，除去了凶兽呢。天师门的掌门说那神将就在附近清修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位神将啊？晴妹。哦，我师弟修吾就是那名神将。啊，姐姐，我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落脚，等风雪停歇后再上山。对了，晴妹，你师父派你出来是想了解修吾的事吗？嗯，是的。月姐姐会不会怪我？修大哥的事怕是要保密，我却来打探。人界出现神族是何等大事，真人从大局着想进行查证是应该的。嗯，啊，当然是帮月姐姐找冰仙兽，是我自愿的。所以啊，我还要感谢你师父把你派过来。留步。哎，几位客官，外边天冷，快到炉边暖暖身子。店家，这风雪何时能停啊？哎呦，这得看山神的心情了，我估摸着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山神，店家，我们初到贵地，想往山上裂风谷一探，您知？哎呦，这个季节那裂风谷从来没人敢进去。客官，你们要去做啥呀？啊，我们确有要事，还请您为我们指路。好吧。等风雪停了，出了客栈往山上走就能看到了。据说裂风谷深处有一座冰晶窟，山神就住在里头。哎，你们可千万不要靠近啊，以免冒犯了山神。
店家，能向您请教山神的事吗？啊，那是我们长白山的守护神，现在各地凶兽闹得那么厉害，可从来没在这儿附近惹事儿，都是多亏了有他镇着。百年前啊，根据一位有幸偶遇山神的猎户所述，当地百姓还请画匠绘制了山神画像呢。我们这一代家家户户都张贴山神画像，有他庇佑，我们这儿才能这么平安。哎，小殿墙上也贴着呢。画像和仙兽志上描述的形象十分吻合，莫非就是他？外面风雪不知何时停歇，先去找掌柜要个房间休息吧。客人要吃点啥？店家，有房间可以休息吗？哎呦，真对不住，这大风雪天啊，本来要上山的人都走不了了，都住下了，还有一批贵客早将剩下的房间预定了。要不三位客官先找个位子休息会儿，大老远的赶路也不容易。那么，给我们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。好嘞，二楼还有雅座，三位客官请。哎呀，外面天寒地冻的，客官再来点什么暖暖身体。我要疙瘩汤。师弟，你呢？都可。给我们来三份疙瘩汤。客人要吃点啥？没想到山野小店生意这么好，这里来往客商多，山农猎户多在这里歇脚，收集信息什么的也很方便呢。这位自称山神的灵兽，应该就是冰仙兽。此仙灵兽能与凶兽抗衡，其实力必不亚于西区之流。根据仙兽志记载，
一碗疙瘩汤喝下去，整个身子都暖洋洋的。这一路学到不少。晴妹推荐的果然不错。月姐姐喜欢就好。少东家真是好学。这风雪太大了，客官吃好喝好啊。还是休息片刻吧。